欢迎演唱，欢迎两位。我们都穿格子的耶。对啊，我们今天很有默契耶。可是为什么裙子的长度很不一样啊？因为我觉得现在是冬天，应该要让观众感受到我们季节的变化，而不是一昧的展示自己的身体，然后让我们说：天哪，你们女明星是不怕冷哦？怎么会这样？看看你跟郑元畅的高度差好不好？刚好啊，幸福的高度。你看他头就是离我有一段距离。你闻他头皮耶？因为我很容易闻到女明星的头皮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不知道 S 的头皮是不能闻的吗？蛮香的、啊。很香啊。有洗头。我是昨天才洗的耶。有洗头。你昨天才洗的？距离上一次多久？我有代言洗发精，我跟大家说过，我是每天都洗头的、啊。来，我们现在把他半年没有洗头发的片子播出来。你很烦的，我不能代言，你想怎样啊？好，欢迎两位，请坐。花花万物常年陪伴，每周二在优酷不见不散。